地主播阿布贾巴，今天来到阿力我院，今天就是要打死他们。大哥现在这个视角很好哎、欸，来来来，哎，把它当写真集拍。好，来来来看右边，右边。再换一个 pose 好。好，再换一个 pose， 掉面换个。来来来，这么快把这边拆没了？我怨气十足，不然我今天怎么会站在这里？那、啊、为什么想要当老公？把你当女佣是不是？啊，把我当女佣啊？把你当女佣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真的很可怜哎、欸，我在家里是没地位的、欸。那其他直播主？啊、当然一定要打一下竞争对手，多抢钱啊！韦礼安，你砸到我的脸嘛，对不对？Call downstairs, father call mother. Wow, we sell today. We sell seafood, seafood, seafood. 把他头折断就好了。老公看到会开心。老公看到开心吗？他应该会开心吧？婚姻嘛，难免会有一些负能量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夫妻状况还好。夫妻状况哦，哎，还不错啊，还没离婚啦。等我有一天要争，就是公开争老公的时候，就是我离婚了、哦、目前还没有，目前还没有。备案？哪里来的备案啊？谁敢要我啊？人红是非多，对酸民这件事情怎么看？其实我很喜欢酸民哎、欸，因为我从四五年前会起来，真的也是酸民。酸民他就算在酸你、骂你、屌你，代表他有在看你啊。嗯、所以我觉得要充满正能量，因为我很怕说我的客人买到可能真的不好吃，所以他说我、哦、真的很难吃什么什么什么，讲的就跟真的一样哦。我会去核对资料，啊你就没有买过啊？他妈的，他妈的！之前像有一些那个爸爸那边的误会啊，然后大家也是觉得哎、欸、有点误解，是，对，是不是大家也是？我要很声明强调，好，我们家是公庙，不是赌场。如果是赌场，我现在都是赌后了。那之后要进军演艺圈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有一步一步来啦。对啊，我希望我的努力，而不是现在嘴巴讲一讲。有谁是你觉得哎、欸、线上蛮想跟他合作看看？有啊，当然是小 S 啊 ，S 姐、啊，我超喜欢她哎、欸，我是真的很喜欢她，真心。嗯，觉得她爱她的哪里？我爱他的全部。那你会背九九乘法表？当然会，我很厉害，好不好？别人的场还是先别人的。